丁兄，被告伟人伫民国112年12月初3暗时8:15左右，伊伫观音山区的山坡下，甲被害人白汉良发生冲突，当场也有火防在场。伟人基于伤害犯意，趁白汉良昏迷不醒，无反抗能力，以预先准备的内刀刺杀白汉良。白汉良的脏器破裂，失血过多，到院时已经无生命的迹象。根据法医上验的结果，白汉良身躯的伤口致命，足见被告具有杀意，且预谋犯案。被告进前已有杀人未遂的前科，连续有谋杀人，依刑法第56条，得加重其法定刑期。检察官伫咧准备听书，决定对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，以及调查证据的这个听书，大家唔知有意见无？无意见。我有意见。请被告陈述。我若是杀人有罪，那呢？坐伫遐的万新民又个吴莹莹，伊嘛是杀人犯。因个白汉良共同谋杀阮爸跟阮阿公，伊嘛应该受到法律制裁。吴莹莹，即马是你的案件，你是被告，你若是要告别人，你会当另外告，卖伫个法庭上诬赖别人。帮唔到，吴莹莹，你唔是好乖过。那连这点概念都无啊！无你今嘛是惊到神志不清醒。被告陈述的权利，请继续。万新民，你当初因为阮爸要把财产信托给我，你唔甘愿，你约阮爸去海产店谈判，结果海产店发生气爆，阮爸就失踪啊。到今嘛，搁找袂到人。海山店发生气爆，敢讲你甲白汉良，毋是预谋杀人？吴义林，这甲你的杀人案件有啥物关系啊？法官，被告敢会当伫咧法庭内底安尼胡白讲话啊？被告有权陈述伊的想法，请继续。这个代志，在场吴信贤、一个吴莹莹拢有参与，虽然因后来才搞的。不过因知影代志真相，无讲出来，甚至包庇、隐瞒，我会请律师用万新民提告，无散。还有吴信贤，还有吴莹莹，拢是共犯。什么？莹莹，我看今仔日这个规定哦，真的是凶案啊，莫名其妙。行，等下等，等我看下。板凳，才刚开始而已，这样就急要走？我看到最后三年的罪犯是有听话，现在要走，这样不是很可惜啊？什么？这个法庭了，怪怪，是有多奇怪？做了啥？敢不讲，天真正对母信堂还阁不会往动手啊？无啊，爸，今日今早我离开。别走一动，你这恶毒的杂物！你哪敢过来？过来！你是大拢敢抬，真正无理性嘞！甲恁阿公、恁爸磕头谢罪。你是谁创的啊？
我怎么跟你长孙？你现在当皇上，你欺负的？满大，你唔能插手。好官，检察官，因当众施暴，敢不应该抓起来？辛苦您了。我这边是什么情形啦？检视真正发现啊，是我首先甲检察官拢讨论好嘛，参详哦，才因通融一个，和文瑶甲依林会当联手，甲真正真相辨问出来。咁拢知，你那台关你咩事嘞？今仔这件代志哦，我是关定。咁拢知，那你就给我把我的查某囝，还有查孙先带走，大家有话再搁好好讲。我若无是要好好讲的，好好讲，安尼就讲啊。即摆在场所有人拢伫个。有什么真相，就老实讲出来。什么真相？什么？莹莹，你敢真正有想要害死秦家？妈，我无，迄都是因欧伯伯告诉的。那安尼，这影片敢是编的？什么？你可可恶，杀人凶手！吴莹莹，我的性命！你竟然对我爸有个阿公这样残忍，就可可恶！吴莹莹，你怎么这么可恶？放手！吴莹莹发现。有人在伊的身躯顶放追踪器，虽然你把追踪器弹掉啊，啊，不过陈文瑶也是有追查到恁的下落。因官袂赴，早知恁甲爸还佫有大病杀落去，干那官会赴去山脚救人？是毋是你放追踪器在我的身躯顶的？你就是内鬼啊！唔是我哦，真正唔是我。唔是，安尼是啥？除了我。这所有的人拢会安尼做啊！那真正是我做的，我是一定会承认的。你有什么病？这么骂人？你想怎欺人阿公的？最后，你搁轮椅绑住，让你阿公包落去。你这个大逆不道的查某孙！你怕？你就给我怕死啦！威廉，我不是你的查某囝。伊嘛唔是我阿公，我哪有啥物大逆不道啊？我对你来讲就是奸话人，你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安尼对待你，我拄拄好尔。哥，你给我拍死我！算算去，无去啊！但是是你的，有你，因拢无去啊！吴辉煌，吴信泰，就算讲恁甲我甲因拍是迄有关怎？反背恁呢？刚刚只有我甲莹莹，阿宝伊。
伊毋是真正的吴信贤，伊甲方彩霞做伙，没挖空恁武山集团，也阁有伫气爆以后，伊嘛甲我斗相共，甲吴信泰藏起来。恁爸仔囝两个人，会当讲是众叛亲离，无人要甲恁做一家人。谁讲的？我想要甲阮爸做一家人。阿公，我，恁两个即马要来摸吴慧华的大腿啊？免想啊啦，咱根本就无稀罕啦。爸，是的，我无应该，甲妈，甲大嫂斗相共，做出伤害你。对不起，你跟我说的事情，我真的就后悔了。我知道我做不对了。爸，大伯，我也知道我做不对啊。我不应该跟信贤哥斗相共，想不改一切。我是因为想过爱信贤哥，我才会安尼做。我不是存心要伤害恁的。哥在骗，啊？拢在骗。不当，不做。有时间过去，确实行骗过。按我今嘛，伊真正后悔啊，也想要改过自新。所以请恁给伊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来，恁拢是恩典，你怎么讲我来？是我挖来。上面想你挖来啊？你害我搁等一个奖呢？你真正足可怜，我要替你报仇。你想要搞我送你袂少，我第一个叫已经真客气啊！啊，你的手骨也袂当用啊！你是咧惊啥？乌心乌落刀，规巴肚歹水拢臭上去啊啦！你的器官干哪会当做出伊，我拢袂滴啦！你才是乌心乌落刀啦！楚玉啊，是你啦！你才是楚玉啦！你讲就是楚玉，你讲。下西下酒，喂，不准你啊！你给我滚！阿总，滚喽！爸，阿是不甲新哥有心病呢？你嘛给我滚喽！我是硕完的爸爸啦，哦，我叫郑清波啊，哦，啊，我这查某囝无从查某孙哦教好，还恁家啊，哎呀，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真正是我对不起，我失礼啦 ，boss， 你看啊，这样。不是你唔对啦，是我家门不幸。不，新兵啊是苏凡的查某囝，哦，啊这囡仔做出这款代志啊，我这做师大的嘛有责任。这就因为啊，当当年啊，我伤过清醒啊，啊清醒啊，啊你无限多啦，所以啊。才会予因啊做出这块败坏门风的代志，哦，新民啊，你若是这么爱爸阿娘吼，安尼我就成全你，哦，你就去陪爸阿娘。还有万条万啊，说完啦，我无你这个囝婿，我无你这个查某囝，啊，只要是血外物件。我拢都甲摕倒转来，